我跟你说，我这个婆媳关系啊，特别难处，我好害怕呀。分人，而且现在市面上据说流传着一本书，叫《见婆婆攻略》，有用吗？强烈推荐。有用吗？反正谁用谁知道呗。 没有擦，我就放了2年，没有关系的，不麻烦了啊。不能浪费。对呀，哎，麻烦了，就是。给你一块瓷，啊，给你一家人就是师傅啊。婉瑜说，妈啊，那一会儿孙媳妇来了，咱俩就这么躺着合适吗？别吃了，快起来，起来。哎，不行不行了啊，吃不消的呀。我们家人就是随随便便嘛，对不对？全家人都是软骨头。哎呀，开心开心，好开心啊！ 第一次见婆婆，好紧张。不过还好，我有见婆婆攻略。见婆婆攻略第一招，礼多人不怪，不要嫌麻烦。呀，来了，谁呀？阿姨你好，我是魏晨。魏晨呢？哎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，快进来！哎呀，我的晨呐！ 漂亮啊，这小脸蛋儿，哎呀，这小细腿，我的天呀，我们家海已经是造孽了，造孽了，造孽了！哎，碧晨，这个是奶奶，奶奶好。阿姨，我给你们带了水果。哎呀，回家来麻烦什么呀？还带水果，还这么新鲜。阿姨您放心，以后我天天来，天天送。这。 那岂不是要麻烦死我呀？别麻烦了，别麻烦了，阿姨您就别说了，我觉得做媳妇就要懂事，婆婆说别麻烦，其实心里想的很想要，婆婆说别麻烦，我就不做，我就配不上媳妇这两个字。妈呀，瓜子潮了，我帮你换一盘啊！不用麻烦了呀，我要这。你说什么呢？别麻烦，你居然跟我说别麻烦，没有当我当儿媳妇是吗？好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，我走。哎 你听懂了吗？他跟我说别麻烦，不是有一种情况呢，他可能是婆婆确实觉得有点麻烦，他不想让你太辛苦，是吗？是啊，我的天哪，妈妈，真是的，我们都这么多年了，有话直说嘛，你干嘛兜圈子呀？心疼我是不是？哎，冰晨呐，我好喜欢你。见婆婆攻略第二招。 先发制人，婆婆说喜欢都是客气，如果让她先挑出刺儿来，不如转手为攻。阿姨，您就直说吧，我有什么毛病？啊，孩子，身体不好有毛病，什么毛病？快坐下说，来坐下。阿姨，您就别装傻了。 我都知道，就没有不挑刺儿的婆婆。如果一个媳妇儿没有被婆婆挑过刺儿，她就不是一个好媳妇儿。妈妈，说说我身上的毛病好吧？怎么啦？身体不好啊？别装听不懂，挑我的毛病，妈妈。丽丽，是我见过最好的媳妇儿，我最喜欢她。嗯，你不是一个好妈妈。我身上的毛病你都挑不出来。 没有把我当儿媳妇，这个家我待不下去了，我要走。婆婆，阿姨，你听到了吗？我听到了，我没有毛病。但是也有一种小概率事件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你就是好，他就是挑不出来毛病。这是什么很完美是吗？是的，我的天哪，这是我的不知道啊。妈妈呀，我的婆婆呀，你说说，你说碧晨来了这么一会儿，我们婆媳关系变得这么好，以后你嫁到我们家里来，我们两个会比我们两个还要好。坐坐坐，谢敬，见婆婆攻略第三招，话里有话，婆婆往往话里有话，话里有话是婆婆经常使用的招数。我懂了，坐坐坐，阿姨呀，我知道的，这是您的座位，这是奶奶的座位，这是爷爷的座位。
还有座位，我身为一个新媳妇，我要摆正自己的位置，我站着。哎呀，有座位站着干嘛？别站着。这孩子啊，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！阿姨，啊，您把海宇养得这么小，这么矮。 这么接地气，您实在是不容易啊！我觉得呢，我要孝敬您，感激您，谦卑的对待您。哎呀，那也不用下跪呀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！阿姨，这您就不懂了。怎么的？孝字儿就得跪着写。如果一个媳妇这一辈子没有跪过她的婆婆，她就不是一个好媳妇。严肃的说，她都不能算是一个人。婆婆，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媳妇。 我没想到，我现在连个人都不是。媳妇，你这是要干？看看，看看奶奶高兴的，高兴的手舞足蹈。我觉得奶奶脸色好像不太对，是吗？呀呀呀！奶奶心脏病犯了，妈妈，姐，你刚刚是在干啥？碧晨说了。 那个孝顺婆婆就是要跪，跪下就是尊重，就是孝顺。不是，奶奶，我这个有一本见婆婆攻略，上面还有好多好多条，特别科学，看着。我看看，我啊呸！哎呀，奶奶怎么了呀？别怕，奶奶就是起个范儿。哦，好吧。奶奶以前也是做媳妇过来的，这些攻略啊。 专门用来对付什么毒婆婆、坏媳妇的，那都是电视剧编出来骗人的呀。尤其是上一季的《今夜百乐门》，什么绝版丈母娘那种，偏找不能看的呀！啊，我是一个婆婆，我讲究的就是痛快，随随便便做自己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早说呀，早说我们就一起做自己。 It's a life, it's a style, it's a need, it's a belief.